在主播这个界里面，我本来就不算好看的，因为每个主播什么的，好一点的主播，长得好看的主播，你们能看到的，然后我更能看到，因为我平时我也有看。假如说我看哪个主播照片好看，那我会进去也看一看。人都是有好奇心的，所以好看的主播我也见过，所以我清楚的知道自己在主播这个行业里根本就不算好看的，就是长得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人，甚至别人都会觉得我不好看。但是就是因为就昨天而论呢，我难受是因为就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我希望给我们家喜欢我的人就是最真实最像我本人的那一个状态就行，我不奢望超常发挥，把我照的跟那个视频里美颜的那种一样，但是起码像我真人。但是昨天看完那视频以后，我们家粉丝跟我说，在休息，你们的爸爸。
不是啊。
且昨天谁给你化的妆啊？不要提这个了，我上火了，不要闹了。谢谢我们家天伟，感谢。采访一下我爸我妈，行，采访一下听着啊。你们能听见我爸我妈说话不？就他俩现在唠嗑，你们能听见不？好吧，齐大爷。好不？起码把我化了会儿水，这化妆真的很重要。采访一下你，现在我正在转播直播呢嘛，就不照你了，给你保护点。你说这次有什么啊？我说你问问你妈，给你这一次有什么看法评价？啊，我爸让我这么采访我妈，我爸说让我问一下我妈对我这一次表现有什么评价。妈，你就当我这电话是个麦克风，你说一下。我特别激动，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挺成功，但是呢，就是一样让我伤心，把她最好的项链给弄丢了。我去，你别说这件事儿，人家别说项链的事，我也很伤心。我项链丢了，我妈一直耿耿于怀。昨天在化妆室丢的，给化妆师，自己还带着化妆师。喂。现在好了吗？现在好了吗？啊，好了。妈，你不用写感，不用说感谢大家，就我人家我爸说了，让你说一下昨天那个整个那个总结，就是哪地方不满意，什么的，啊、还有满意的。他昨天那个妆啥的画的不算太理想，就是。反正我个人的感觉呀、啊，没有本人漂亮，就是在视频上就是说的，给灯光啊什么的整的不算太理想，给整的不自然有点，反正，总的来说表现嘛还不错。哎，我妈昨天我下了她就说这些，跟我说上火了。哎呀，你真的爱上你。我妈在跟我喝茶。哎，小燕。不是啊，我是那什么，我是那个昨天的时候那个项链，我放在那里面，然后是一个黑色的盒子，然后走的时候收拾东西那个盒就不见了，别的东西都在，就项链没了。我让工作人员帮我再问一问，看能不能找着，估计是找不着了。不牵动了吗？现在呢？喂？喂？好啦。哦。哎呀。啊，让我采访采访我爸。哎呀。我妈该说的不都说了吗？还采访我爸干啥呀？因为我妈全权代表了。我妈说她全权代表了。因为我爸面还不好意思，因为我妈脸大。我妈说她脸大，我爸腼腆。
我爸不好意思。那是我过生日，我爸妈送我的礼物，那项链没了。调一下监控查一查，算了吧。啊？这真是能查？调监控啊？哎，真能查啊！我没看，就是查着的话，估计也找不着那人了。那怎么找的？那都能找着，真的。哎，谁拿去？我没看电影都那个就是。哈哈，狂热粉拿的。那里面刚开始不让乱进人，后来才乱进人的。项链丢了，但是没事儿，总的来说还是挺开心的。虽然说就是，昨天视频上看我是挺难看的，挺失败的，但是从心情上来讲就是。毕竟是参加过一次活动了，当主播这长时间没参加过活动，所以说还是回想一下，还是收获挺大的。那以后慢慢的就有经验了。噔噔噔，夏夏，我是小夏夏。来看看我爸回来了，看。看见我爸自己在看风景呢。他都不看我，他都不看我。现在说新闻说红儿六位数。个十百千万十万，哦，对对对，是六位数。皇冠掉了吗？皇冠头发太滑了，一戴上去完就掉了，我马上就接住了，根本就没掉地下。特别的喜欢，老暖和了。怎么人家让看谁就问多少钱呢？哎呀呀呀呀呀！那莫哥，你卡呀？我的鞋子。想买呀，你们喜欢啊，这些穿着老舒服了，给脚包得严严实实的。我给你们看看我的韧带有多好啊。哎呀，
抻的好疼啊！哎呀，不行了，太酸了，腿先拿下去了啊！我是磨成什么样的啊？这是昨天穿高跟鞋磨的，都磨成水泡了。昨天我不经常穿高跟鞋，昨天我真的好辛苦啊，好疼好疼啊！我去，对于我来说真的挺遭罪的，我去。我脚丫子不臭，我脚丫子怎么会臭呢？
就这样，脚后跟也磨出来那样的两个脚，左脚、右脚也是那样的，都是。那锅烛都臭，我又不是啊。欢迎福德哥。对啊，高跟鞋磨的。
迎成年哥，欢迎成年哥，你看我手机不会给你吓着吧？这手机太磕碜了，你不应该这个时候来呀。啊，那个我没有微博，你看你看他肯定不是我，没看到我爸。啊，在这儿。谢谢谢谢我成年哥，成年哥，成年哥，这是真那啥呀？那啥呀？那啥呀？好了，刚才卡了是不是？我爸爸也在看我直播吗？没有呀，我爸不看我直播。我爸他看我直播，他嫌我闹哄。哎，饭来了。哎，成年哥还在吗？成年哥，我有件事跟你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看我卡吗？啊，妈，你帮我打开一下呗，先。啊，我先拿下来啊，没事，等我回去的，不卡了是不是？
啊，喂，不好意思啊，手机都把麦给关了 ，I'm sorry。说饭太硬了，不让我多吃饭。你中午吃什么大餐？土豆啊，那饭太硬了，只能吃肉了。我可不是大主播，我才刚来来风四个月，这个大家可以纠正，我还是个新人，我还需要大家的陪伴和扶持，不能离我而去。你发现我不吃辣，那你可发现错了，我是最爱吃辣的人了。
不想我回去好好给你们唱歌直播啊？看夏夏直播才五六岁，其中有三次在吃东西，哈哈哈哈哈哈！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我在高铁上呢。好，今天晚上回去给你们唱歌，终于回到我的家里了。哎呀，你们是不是也想我的家？好，回去以后把美颜一开。瞬间变女神，哎，哆啦 A 梦，哆啦 A 梦，你先别着急，哈哈哈。你这么看我视频好看，还是就是你视频看我好看，还是你视频看我好看，还是你视频看我好看，还是真人好看？昨天你。